先看视频。设计这个足底按摩鞋的人也太懂我们养生懒人了吧，上面鹅卵石是根据脚底穴位镶嵌的，正常走路就等于足底按摩了。买回来了，走，开套。这个按摩拖鞋看着是真猛啊，咱也买了一双啊。鞋到手就是这样的啊，然后它这个上边，哇塞，都是真石头啊，然后石头上边呢应该是搞了一层树脂，它这个鞋底是软的，中间有一层木头木板，感觉就跟木屐似的。鞋的厚度呢是可以根据你这个脚来调节的。足弓这块石头呢是真高啊，看着就刺激啊，咱穿上感受一下啊。高度调好了啊，穿上，嘿，站起来啊，嘿，哇靠，疼，哦，太疼了，不行不行，这根本就穿不了啊，而且对身体也不一定好，不建议买啊。